你要做什么？你就看调一下灯的噻，看这样子那个灯是亮的。灯亮的，你那个看见吗？这里灯亮是吧？对，这放进去了灯就暗了。然后呢，说你如果说像我们一般拿不起来标一换的话，像这种它就是亮灯的，看到吧？都是打开的，是亮灯的。如果说要关掉的话，就把这个先关掉，这灯黑了就可以了。这个灯它在拉这个台阶这里，拉这个台阶这里，这个灯就在闪，闪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零的话，你尽量把这个调小就没关系的，它也是闪就可以了。这里怎么样？这里该进行拉平，拉平之后，你这个长短应该知道的，这里调啊，这个调长短，这样放着放着就可以了。下就是一些。这个标调了，人家会叫粘标，这个标太长了就会粘标。如果是说太长了，就往后调一点，标下去一点。这个往后调。对，然后说这个瓶子放上去，不能压这个刀，压刀的话这个梁就会断的。就是放这个梁可以合拢的呢，如果那样放上去不能压刀，瓶子压刀了它就不行了，这个标签就会断的。然后这个标是左右走，它有些人他会左右走。就是这个的问题，这边紧这边松，他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如果往这边跑了，这边紧了，这边松一点就往这边跑。所以说这个调均匀，调均匀。如果是那个的话，你再紧一点点，它就不会左右。瓶子大小都在这里调。对，瓶子大小都在这里。是吧？定位都在这里。对。现在改掉了新设的是定位在这里，这样一样的，性质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原理一样的。好的。怎么关票了？